乡亲，大家好！啊，我是花坛社区的理事长陈正钦阿钦啊，嘿！啊，咱花坛社区咧，在咱所有的这干部、咱所有的志工啊，大家的辛苦打拼之下，咱今年都再次来推出咱第三摆哦，第三摆咱的花坛乡文化巡礼践行活动哦。啊，咱的这个文化巡礼践行活动，参一般的这个践行活动吼，较无同款的所在吼啊，就是咱除了践行摸彩以外，咱搁加上咱的这个文化巡礼吼啊，咱每一年行的这个路线拢无同款，咱最主要的就是要甲咱花坛乡每一个角落吼，水的故事啊，美丽的这个景点，透过咱文化巡礼践行的时阵来介绍给大家，吼、哦，给大家来了解到咱的花坛，来认识咱的花坛，吼、哦，体会咱的花坛之水。所以咧，欢迎大家在九月十七的时阵，一档来甲咱花坛社区，吼、哦，一早啊六点半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九月十七一早六点半的时阵，咱会准时出发，吼、哦，啊，唔免事先报名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摸彩券在咱六点半出发的时阵，就会来一一来发给大家。希望大家会当来参加九月十七花坛社区所举办的文化巡礼践行，让大家有一个真好的这个文化之旅。好、哦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花坛社区的总干事，姓赵，赵汉金。啊，今仔日伫九月十七要办花坛文化巡礼践行活动，希望乡亲大家会当来参观、来参加。啊，有摸彩。钓电视，还有毛巾、发饮料，哦，希望大家下当九月十七早时六点半来参加咱的文化振兴巡礼，谢谢。